运势有五颗星呢，特别恭喜生肖属虎、属马还有属狗的朋友。这个礼拜呢，财神来加持，让你感觉呢进财非常稳健。如果之前呢有一些财务的压力，会有一些不好的状况的话，这礼拜呢会有一些贵人，甚至工作上有一笔奖金，让你呢顺利度过这一次的危机，让你财运亨通哦。